调阅相关影像，已追查出肇事车辆，并将于今日到案说明，也将以违反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一项二款处以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款。另宣导用路人行驶高速公路装载货运时，一定要覆盖并捆绑稳妥，避免肇事。